surprise!简短说明，陶腾装病骗你回国治疗，所以你们两个狼狈为奸。哎，没没没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你家里？对啊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里？叶子，你听我说，我要你活下去。这么说吧，他希望我配合他劝你放弃妊娠。 救叶子回的机会，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知道，我知道我不能再骗他了。这是叶子自己的人生，请尊重他的选择。我这是在救他，陶腾。我离开之前就曾经说过，我要这个孩子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他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。 记清楚我现在说的话，叶子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死啊！你可以走了，走啊，走啊！曾经我们彼此凝望着，深情款款。现在我们有时候还会沉默伤感。好吧，你现在还在气头上。 我们改天再说。我还会来找你的。曾经我们相信的爱情太过简单。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随遇而安。陶腾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来找杨主任。 我妻子在里面。给。他很关心你。谢谢你啊，也跟他一起骗我。吃一堑，长一智。 同样的错误，我不会再犯。行了，别评了，说说你的麻烦吧。你说钱刚啊？嗯。我不知道背后有什么阴谋，但手术失败，确实我是有责任的。你是说，你把他送到医院了，这反而成为了你的责任？对，这是我的责任。